接着你刚才这个，这个部分开放。
下海后还到山外以后，然后过去，把你把个旧村介绍以后，站起来就站一顿啊。对。 这些我们都眼睛上有病，你看，对，你看，什么眼睛的肉，肥肠，来，上来，把钱过来，先生。
这还非常漂亮的啊！现在你们现在在电视，原料质量都咱们程序，以后等有事咱们经销也看资料啊。您看，我中国这飞刀窑，最开始飞刀窑，咱们边边和边边啊。